野战蓝剂调基于配方，饵料配方是野战蓝剂 50% 加天际鼠味 20%， 天际醇香 30%。 配方的特点就是野战蓝剂占大比重，这样能够将饵团快速下沉，避免饵团在水面上炸开雾化，导致鱼上浮或者是小鱼餐条解口。而鼠味和香味的天际饵料都比较醇香，这样非常适合夏季针对鲫鱼、鲤鱼、草鱼的做钓。野战蓝剂是一款非常出名的淡水鱼饵料，饵料味道非常的鲜香，无论是草鱼还是鲫鱼、扁鱼，对这款饵料都非常敏感。